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，有请苏新博。你好，苏警官。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反诈民警苏新博，全民反诈，首都无诈。很高兴见到你，终于讲真人了是吧？来来来，我这因为我确实有个私事呢，我想请教您一下，苏警官哈，我最近啊，这是半个月之前我收到了一条神秘的短信，它可能就是预示着我后半辈子的生活呢将会有所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条信息是这么说的：我是秦始皇，我现在在西安有100吨黄金，现在请你将2000元人民币啊打到我的账户上，这样呢你就会有可能获得21天作5我给你的50吨黄金，记住不可外传，只有你是我看好的人。可能有些时候大家觉得这个信息很可笑，但实际上来说的话，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事情，之前真有人上当受骗。你是说我这条信息很可笑是吗？对，这个是我都已经就连续半个月我天天晚上做美梦了。是这样的，像这种信息的话呢，只是我们常见一种，现在骗术花样的非常的繁多啊，可以说的话呢已经无孔不入了。我的同事啊亲身经历就是被骗了5万块钱，就是一个骗子给他打电话说你的孩子在我们手上，你必须给我汇这个5万块钱，否则我不敢保证他有没有危险。然后他就给他的孩子打电话，怎么打也接不通，就是无法接通。他在1个小时之内他已经崩溃了，就把那个5万块钱先给汇过去了。汇过去之后1个小时以后他再给他儿子通电话就接通了，但是他5万块钱已经打了。那事后有知道吗？为什么就那1个小时电话就打了？不知道。所以这也是我想今天请教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他那1个小时他就是跟他孩子联系不上，事后跟他儿子联系上之后，他儿子说：“妈妈，我什么也没有干呀，我就在学校呀。”说：“那你手机你为什么不开着呢？你为什么不那个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那时候手机开着呀，没有人给我打电话呀。”这个有几种可能性。第一来说的话呢，就是主动的，就是骗子先用一些呼叫软件啊，对这个就是这个孩子的手机进行狂轰滥炸。啊，有些时候它是不体现出来的，我一直接到电话的，但是我手机是显示一个无法接通的状态，啊，会有这种情况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来说的话呢，可能也会主动的去发现一些信息，比如说孩子今天我要考试，考试的时候本身就不能带手机嘛，或者说我知道他可能要坐飞机出去，这个时间呢在机场他是要关机的，啊，这个时候呢利用这个时间差来拨打电话都有可能。哇，要这个就细思极恐啊，因为他就等于对我们的家人已经非常的了解了。但是怎么判断呢？比如说我们都有孩子，杨帆，突然间你女儿这个那个你跟他联系不上了，然后就有人给你打电话说你女儿在我们手里，你说你是不是吓死了？一定会，一定会。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等，信息不对称，骗子掌握的信息而我们不了解的，就会造成被骗。比如说我既然我孩子在学校，我如果跟他可能保持不了联系，我可以跟他的老师保持一个良性的沟通，啊，包括他教务处的号码我要了解。如果孩子一旦有什么问题我无法联系到他的时候，我可以通过其他的第三方去联系到，知道他的一些信息，这能够造成我们这种信息的对称性，对吧？不存在这种别人利用我们的信息不对等来实施诈骗的情况。这东西有的时候这个防不胜防，就有一次我给别人汇钱，朋友汇钱，5万块钱不多，到底就是找有急用，到了银行刚给我的卡号，就在我汇款的那一刹那，帮来一电话，说哥们儿，你不要汇这个卡了，你给我汇到另外一个卡号上。你说我都改正填着呢，我说这填着，这汇我又把另外一卡号也填了，填完以后我就再给他打个电话，我说我已经改完了，给你汇到这。他说改什么呀？我说你不给我发一信息吗？他就有的时候你真的防不，我估计啊，他不是针对我，他可能这一刹那针对了成千上万的人在群发。那你赶上在银行正给人汇款的时候，就有这么一种，就赶上这么一个就够了。没错。所以当时我觉得，以前我觉得不可能在骗子上能把我给骗了，在这个那一次我知道这就是一个时间节点。他你不要想的他是针对你来的，他这是群发的有可能。但是说到这儿，其实我还觉得挺骄傲的，就是我们北京市公安局对是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反诈骗
这样的一个中心，对吧？在2015年的时候，北京率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省级的反诈中心。那么我们不光是从打击上去入手，我们更多是去遏制这种电信网站被案件的发生，啊，能让它不发生就不发生，能让它群众少损失就少损失，包括最终追回的资金。成立第一年就帮群众挽回和避免资金损失，就10多个亿。哦。在去年，我们一年就帮群众挽回和避免资金损失是20多个亿了。在此呢，其实也是作为小贴士吧，就是提示大家，就是面对于电信诈骗，你种类非常多，其实有个总原则叫3步一多，啊，就是记住啊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陌生来电不轻信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而且如果当我们无法自行判断的时候，无法判断这个信息是否准确的时候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号码可以去核实。我们可以拨打110啊，包括到我们的派出所民警啊，找我们的派出所属地派出所去联系。同样的话呢，再给大家告诉一个新的号码，叫做96110。哦，96110这个号码呢，是我们现在反诈骗专用的号码。当我们发现到一些事主正在遭遇到电信诈骗的时候，我们会通过这个96110向这些事主和他的家人进行电话提示劝阻。所以说，当接到了96110的电话的时候，一定要及时接听。希望能够大家吧都能够建立好我们的心理防线，让骗子无从下手。啊，这也是我们一个反诈民警希望能够达到的最后的效果。谢谢苏警官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人家苏警官能够作为这个反诈骗的这个形象的宣传大使，就是人讲的就是我们也爱听，又能接受还听得懂，然后您这滔滔不绝，估计生活当中您也是特爱聊天的人，对吧？其实也不是，也其实也是干了这个工作之后才开始爱说的。之前工作前一个部门我是搞刑事科学技术的，就是现场勘查，那时候特别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，然后呢研究这些痕迹物证啊，去研究这些东西。然后呢我父亲也是一名警察，我俩分配到一个单位了。当时的话呢，我的父亲就像一个大树一样啊，帮我遮挡了很多风雨。但是在工作之后自己成长的时候，他作为一个大树又挡住了很多的阳光。当我努力想干出一些成绩的时候，可能别人就会拿我们俩去比较啊，说你肯定是你父亲啊，靠你父亲啊，怎么样的。后来也是机缘巧合啊，有这个机会，那么我离开了原来单位，到了反诈这个部门，然后也就有了今天的我。今天叔叔也来到了现场啊，咱把老爸请上舞台吧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掌声有请苏警官。今天看到儿子站上越战越勇的舞台给大家普法，老爸坐在台下应该挺骄傲的吧？怎么说呢，今天那个来到这个越战越勇这个舞台呢，我很是高兴。因为呢我们爷俩呢在家呢很少沟通，他这个工作的努力，所取得成绩我是看到了，但是因为我的性格呢是比较追求完美，我很少在家呢去这个鼓励他表扬他，大部分的时间是呢比较批评比较多，唠叨比较多。今天呢我呢在这个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呢，我要说呢苏兴博，你是在我心中是最优秀的、最棒的，也是我们家的骄傲。好，刚才他老爸在夸儿子的时候，咱小苏警官眼圈红了，我这个角度看得特别明显。其实那一刻好像我也和你感同身受，好像就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渴望父亲的夸奖。正是由于老爸可能平时比较吝惜这样的赞美之词，所以今天在舞台上肯定儿子的时候，儿子是特别特别的幸福，对吧？不是老爸不知道，而是老爸没有说，但是都在心里。反正这好像真的是我爸第一次夸我。等待这个夸奖等了多少年？我刚才没有好意思问你的年龄。今年36岁，本命年。可能等待了30多年呀，老爸，就需要这个夸奖。我觉得这个夸奖来的可能有点晚，但是也不晚。
因为我觉得今天您的孩子真的很优秀，而且有您的夸赞，我会觉得他所有的付出，当年所有受到的这种委屈和不理解，在今天来看，您的这一句夸奖都值了。所以今天星博才选择登上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要唱一首歌，这个歌呢只唱给一个人听，就是唱给身边的老爸。对，这首歌就是父亲。我觉得这首歌词写得特别的好，就是像说我和我父亲的关系一样。今天呢把这首歌献给我父亲，谢谢。谢谢儿子。那接下来舞台留给